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是必需品，这个行业呢一直都掌握在国外品牌的手上。声音上面我们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包括跟上面这个刀头刀碗的配合，这也是我们独有的专利。我们采用的是就镰刀的技术，刀碗状大大小小的这些它是把它勾进去的，傻瓜剃都可以的，很方便，在水里面直接冲洗。况且我们这个产品是 IP7 级的，放在 1.5 米深的地方它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是真正是节能环保的锂电池，充电一小时，如果按照每天三分钟可以使用60天，来三年我们希望能够销售额上面能够突破10亿以上，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发发明创造的。一个面膜的核心原材料很关键，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面膜，它也是原来全部是用我们这个再生医学材料和一些植物的那个精华提取液来搞的。哦，那是幸福医生再生医学的创始人胡芳，我那是四川人，来到北京在2008年就开始接触了这个再生医学。我们这个核心是促进这个细胞的修复，促进这个细胞再生。开始做这个面膜的是。我在广州呢有一个化妆品工厂呢，他想跟我合作，他卖那个化妆品和面膜呢，经常会出现过敏性皮肤，这个皮肤啊会起红点点，人家就感觉到有副作用了。第二个呢，过去用酒精化妆品，还有特别是有些重金属那些，它对那个皮肤的损伤很大。最开始呢是想用我的材料去修复，要弄个膏膏，它就是那个修复它涂的不一定很均匀。我们说能不能做成一个面膜，那么因为面膜贴上全部就覆盖了，对那些过敏性的皮肤、带血丝的皮肤，修复能力非常不错。这个呢，就是我初始我来搞这个事情的一个初心。那么在这个面膜过程中呢，我们在发现，就是原来很多面膜就是把那个毛孔啊不断的扩张，有效的成分呢渗透，不断的用来就对皮肤有损伤。而我们这个面膜呢，它是用那个我们那个再生医学材料来做的，它对这个皮肤呢有很强大的修复能力。核心的原理呢，是要让毛孔缩小再修复，甚至在脸上有些痘印、有些痘坑、有些皱纹，它都有明显的改善。可能你用上去，比如10分钟、5分钟，非常明显。其实用一片，马上就感受到这个效果，不需要用太多。那么像用我们的面膜，基本上像红血丝，3天时间会改变。比如像我们说的脸上长了痤疮啊、痘印很多那种，可能用到1个月，基本上会消失掉。那么实际上像我们这个面膜它涂上过后啊，用上这个面膜一弄上过后啊，涂上感觉很细腻，贴上就感觉跟那个皮肤啊亲和力很强。同时呢它没有那个就是说那个酒精啊，它也非常的安全，它整个那种这个感觉是很舒服，很紧致，就感觉这个紧致的不是把它绷紧了很不舒服，就是绷紧了很自然，很有弹性。这是我们这个面膜区分于很多面膜的核心，就像我们每一个女性呢，真的是能够去坚持使用啊，就是说这种很好的面膜，它对皮肤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我之前呢，皮肤状况呢是特别干，而且呢特别没有光泽，就皮肤特别松弛啊。我们用完这款面膜呢之后呢，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紧致，特别提升。第二点呢，就是皮肤特别湿润。就是之前用完别的面膜呢，几乎是天天贴，但是用完这款面膜之后呢，基本上2天用一贴，效果都特别好，皮肤呢特别紧致，特别提升，而且最主要是保湿效果是特别好的。我是脸上有那个产后有妊娠斑，经过朋友推荐使用了这款面膜，纯植物提取的，那个我试用了几天之后，脸上的斑淡化了，皮肤变得紧致，有了明显的改善。对这款面膜非常满意。这款面膜的话，它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修复能力比较强，而且的话补水效果也挺不错的。
坏了坏，多耽误太阳啊，一天好几千块钱，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回事？我知道我用你，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心情不是好，我蛮有信心的造轮胎机，结果失败了。当初我就心想惨了，我一定要把它给弄成功了。根据锂的原理，把它做成这种副屏的底片，再收土的装置，车往前走，过去了之后，把泥收到这个沟里，然后再副屏，这样式就达到了老乡们那个一致要求。既然已经做下去了，我必须要给它做好，一个执着劲儿让我坚持到现在，还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把它做得很完美。小麦啊，收割完了以后呢，我们一般是啊播种这个玉米啊、大豆啊这一块。咱们这边这个发明人啊，他就发明了一个玉米大豆播种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这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最新款的播种机，就是连宣耕、灭茬、混合施肥，哎，不缠绕、不拥堵、不烧种、不烧苗，后面悬浮支架的这种新款播种机。这个前面这部分，它是个排草的部分，它一转把麦秸排到一侧。这里面的宣耕部分，它把刀片把这个麦茬铺碎换田。把这个化肥和土壤宣耕20公分宽、18公分深，把这个土壤和化肥充分搅拌均匀以后，然后再播种。这样播种呢，不烧种还不烧苗。哦，哎，那个肥料还有肥料，你看，这是成肥箱，这是成肥的。哦，成肥箱，肥料倒到这里面去。哎，通过这个那边传动，这肥从这里排到这个宣耕刀的前面。哦，这样施肥。哦，那种子呢？种子在这个后面。这是装种子的，这是放上种子，成种的，成完种以后，它这个这里转速通过它一会儿传动，它传动，连施肥带拍种一起就下去了。哦。但是我这个调种的这个6个档位，它可以控制种子注育的这个种子的注育这个远近，从20到这个35之间可以调整。嗯。但是我们这个后面的支架是悬浮的，它上下浮动。嗯，你看它第一个，这可以这样上下走，这个它上浮动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不管地貌高低不平，它上下自行调整，播出来种子深浅是一致的，它出苗是整齐，同一天出，没有时间差，这有好处。原来的传统播种机，就那生麦小麦播种的时候，它肥是到种子的一侧，离得近它容易烧种，离得远的化肥吸收不到浪费。我们这一块都是混合施肥，收完以后小麦收完又直接播种了，麦茬给你分离破碎还田，化肥和土壤搅拌均匀。你种子一扎根，它四周的根系都有养分，是这样的。附近有没有这个收小麦的？现在也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这个操作的效果怎么样。啊，你说周围有没有用户在用这个机械干活是吧？啊，有很多，我们周围很多人都用这个机械在地干活的。行，那我们去看一下可以吧？行，可以，好，行，那您带路。行，好好好，行。到了。哦，哎，好的，这个车是吧？对，就是这个车，咱下来看一下播种效果怎么样。好的，哎，好。哎，你好。哎，正忙着呢，是吧？哎，怎么称呼您？啊，名字姓李。啊，姓李是吧？哎，李叔，你这个是在那个种这个玉米是吧？哦，对。哦，这个效果用的怎么样？挺好的。啊，挺好的。那我们那个你施肥给我们看一下好吧？这个播种一下玉米啊，我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可以啊。好，辛苦你啊。好嘞。看一下你这个播种的效果怎么样，可以不？效果是特别好啊。带我们看一下，看那个啊，找一下这个咱们这个种子什么的，看在哪？看这个。哎，找到了。哎，这。哎，三拿是吧？嗯。这个吧，这是应该是个。这个是个种子，这是坏的。嗯，这剩下是一个。秸秆这块都已经被这个打到一两边了，这个秸秆都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距离都好像都是一样的。每天这个能干多少亩嘞？大概100多亩吧。哦，100多亩。嗯。哦，100多亩，那这个你是现在收费是收多少钱一亩啊？三十一亩。哦，那里边是30。30块钱那100多亩，那一天那你挣3000多块钱啊？哦。干个10多天，那你就差不多能挣3-4万块钱啊。啊，这挣2万块钱吧，最少挣2万多啊。
哦，对，你刨去开支的话，可能要挣2万多，对，因为有点开支哦。哦，挺好的，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呢刚刚把这个咱们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的这个效果已经全部都演示了一下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想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这个长丰农机这边，也可以联系我们发明。那么我们这一期这个玉米大豆播种机的这个专访就到这里结束，好，我们下期再见。